湖南110公尺跨栏组决赛第一组选手到此介绍。第二道宜兰县苏澳国中白浩安，第三道宜东县万峦国中林颖颖，第四道嘉义市北溪国中邱世宏，第五道台南市金城国中李良成，第六道高雄市青年国中谢云海，第七道新北市林口国中侯少平，第八道屏东县中正国中刘如硕，第九道新竹县成功国中江海成，位于第五道金城国中李良成在预赛14秒69目前在这组暂时领先。大会记录是由苗栗县竹南国中杨文杰所保持13秒92。中正国中张海生预赛以44秒05目前暂时
35000。张顺学生张凯生领先参考成绩14秒。